林佐和富商老公郭可颂抱住一对双胞胎女儿。香港星岛日报记者林南谷综合报道。37岁港星熊黛林2015年嫁给拥有百亿资产富商郭可颂，传她透过人工受孕成功怀有双胞胎女儿，并在2周前剖腹升格为人父母。一早熊黛林透过经纪公司发布一家四口甜蜜全家福照片，中郭可颂、熊黛林各抱一位爱女。幸福的熊黛林产后没水肿，她开心说爱女各重2260公克，都是眼睛大大的健康宝宝，老公开心到合不拢嘴。郭可颂则说太太进入产房前非常紧张，知道母女平安她才松了一口气，替一对双胞胎女儿做出新型手势。熊黛林希望女儿们平安长大。香港星岛日报，因为女儿刚出生还小，郭可颂不太敢抱，最后仰赖熊黛林帮忙。她说我叫老公先做定位，摆好抱小孩姿势，然后我才把女儿放入她怀里。老公抱完还舍不得放手，刚生完小孩的熊黛林精神不错，母亲也来香港陪我待产，我已开始学习照顾小朋友，喂母乳，因为母乳对小孩最好，最要紧是女儿健康。